有臭豆腐的？嗯？为什么这里没有茶颜悦色？哇，悠悠悠悠爬得好快嘞！姐姐爬不动了，哇，这好斜啊！哎呀，好犀利啊！这累不？我累到真的好想直接来一个晕倒，假晕懂吗？低血糖，啪，哎，果冻不是果冻。我没有口袋装垃圾。哦，我看到有人走哦，还可以过去，还爬嘞，还要不要继续爬呀？你这说下去都累死了，还爬？看了牛没有？看了。有什么特别？就牛啊，就黑色。是不是像你？像。那么牛。蚊子，我其他都喜欢。要有台袄袄呀？可以试一下啊。好呀，去看看吧。来，过去。这么辛苦上山来就是看牛是吧？除非买玩具，我就很开心。下去，下去还有好久嘞。起码下去。睇咗好咯，第日再带呢啲嚟。好啦，来，来喊嗰边落去。我想看鸭子。那个，那两个小朋友已经走了。这边跑步的时候就会肚子痛。要见到牛啊？哦，山谷上面有牛牛。我们下到山脚了哇、哦！嗯，好厉害嘞！哎呀，你看姐姐累到，
蹲在那里不动了。悠悠好厉害哦，悠悠爬上去，你看从这里这边那边这样走下来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姐姐都想躺在那里睡觉了。拜拜。还可以跑步啊，又别跑哦，去这里哦，去这边坐一会休息一会。哎，松鼠，呜、哦！哇，他们偷了好多花生在这里吃哦。那松鼠呢？哦，走进去了。你看他们偷花生米在这里吃。松鼠，松鼠，你快出来！那有很多。对呀、啊。我们家前面也有啊。哦，可能别人放在这里给他吃的吧。嗯，下次我们也来放风筝，好不好？放风筝可以找里面。嗯，刚刚这个山坡斜坡，满身沙啊！来这里坐着，先抖抖沙子，抖泥土。现在这里不会有鸟屎什么玩意儿。这个来坐一下吧。哇，你飞机来了！哇，黄色的，黄色的飞机。哎，好少见呢只黄色飞机，像条香蕉在天上上飞，像不像？香蕉飞机，哇，人家来的天空给蓝，好蓝呢。那有没有一种像你头像里面那种蓝？嗯，你头像那个那种蓝？啊，差不多。好不好玩？今天但没看到蛇，他刚刚不是讲有蛇了吗？蛇有水，哪里有蛇？这是科普还是什么？有青蛙，嗯，豹子，猫咪，蛇，哎，哦，真的，真的有蛇哦。那我们骗你吧。哎，有青蛙，有豹子。要走台都要死了。这个死是宠物蛇，到了蛇的宠物蛇难道不危险吗？宠物蛇可能会勒死你。好大呀！你喺度一路行过，你几热啊？找个时间，找个时间你自己爬。找那个好大。我家经常断木，或是喷木啊。哦，没事，大家。啊，这什么生锈的东西，好酷哦！哎，这个是好久好久以前农民用的农具啊，知道吗？放到这里展览呢。是那么像啊？放到这里展览呢，给大家看呢，给人哋睇嘅呢度嗰啲。不是金色，对，是铁来的，生锈了。不是土产的。哪个垃圾也哪有这个老垃圾。有点像外公家那种类似。哪有拖拉机呀？哎呀，你的拖拉机都不认识吗？啊，你不认识就要什么？那你别看，啊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啊，你这个拖拉机，坦克车又不是咁整的。我们今天爬山爬完了，所以我们明天还要继续爬，但是挺累的，我都感觉出汗了，但是我爬得很快哦。而且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我们今天爬山爬完了，我们去爬了后面的山，但不是全部，我们爬了一个，还挺累的。再见，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